字呢是为了创造，为了传递信息而被创造。为了传递信息呢，信息的遗传基因呢对创造它的旨意呢做反应。这句话呢是非常对大家意义非常深远非常重大的，是决定你们生与死的重要的信息。那么你们知道条件反射是吧？俄罗斯的非常著名的巴甫洛夫博士做过条件反射的实验，他领来一条狗，然后敲一下铃，那么这个铃声呢毫无意义，那么这条狗呢不懂得这个铃声对它意味着什么，然后它就呆呆的做不出任何的反应。为什么会有铃声响起呢？但是以后呢，每当铃声响起的时候呢，主人都要喂它好吃，喂它好吃的。啊，这狗终于明白了啊，这个铃声的意义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啊，铃声一响起，那么我就有好吃的，啊，这是好的信息。这狗就弄明白了，啊，好的信息的时候，这个狗的身体里呢就分泌内啡肽，那么好的旨意呢会产生出好的物质来，所以T淋巴也增强，这狗的很健康。很快活，因为好的旨意啊，激活了他身体内的正常的生命程序。那么我们得病呢，都是那些不好的信息所使然的啊。第二天当敲时铃又给他好吃的，第三天呢都不用敲什么啊，不用敲铃，只要拿起铃声，这狗就啊，它的这个内啡肽，漂亮的，我们这个身弟兄啊，做的很好，是以胃肠活动开始被激活啊，消化素分泌啊，唾液产生。啊，所有的生命的这个基因呢、啊，都在做积极的响应，因为这个铃声呢，对它意味着什么啊？对它是一个好的信息。后来呢，巴甫洛夫博士呢，都不用敲铃了，只要一看这个铃，这狗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做反应，因为铃声都不用了。对什么？对旨意做反应，对信息做反应了。对啊，不是对铃声做反应，对旨意做反应。所以我们拥有基因、遗传基因的这些人体呢，对信息、生命的信息做反应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存在，是万物之灵长。啊，虽然肉体的躯体，但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呢，完全是属灵的，所以我们说啊，我爱你啊，啊，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旨意，啊，是产生所有问题的原因所在。所以好的信息越多，我们身体就越健康；坏的信息越多，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被扭曲了。就我们就说，心灵受到了伤害啊，伤心。为什么？遗传基因受到了伤害，是吧？信息受到了扭曲，所以我的遗传基因实际呢被打乱，信息被打乱，通过这个自由基被打乱。我们今天看看这个自由基，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每天啊所使用的这个言语、言谈呢、举止啊。都是对我们内心的这种表现，所以从科学的、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都有其背景的。你们看啊，这是细胞，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啊，这粒线体，与汽车举例的话，它就像引擎一样，有燃料、氧气进去，啊，通过这个点火以后呢，这个发动机要被点燃，然后释放能量。那么它的燃烧的附属品呢，就是废气，是吧？
那么我们身体所需的燃料就是糖分，还有养分，还有生命的气息，来点火，然后生产能量，那么产生自由基。如果坏的信息，比如说精神压力啊、仇恨呢，这种信息呢，这个自由基就会往对我有害的方向发展，来攻击我的粒线体，破坏我的细胞膜，产生老化现象，破坏遗传基因，让遗传基因产生破坏，导致病变，然后引发各种的疾病，甚至癌症。所以，源头在哪儿？源头就在信息上，是吧？所以这个自由基啊，是让它往坏的方向发展，就是什么？过劳啊，身体想休息啊，累得要命，但是不行不行，我还要多赚钱，还要拼命的工作，这就是欲望所驱使，为了钱，为了身外之物呢，让自己不断的去劳作。精神压力，结果呢，就是什么子因呢？就是不好的信息，是吧？违背生命的信息的信息。那么过劳也是不好的信息，过食、贪欲，这些过分的营养素啊，反而成了毒素。这也是对我们身体非常致命的不好的信息。我自己要吃好吃的，要多吃，贪得无厌。这是不好的信息，这种不好的信息呢，会让这个自由基啊，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然后破坏细胞，破坏遗传基因。那么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现象。那么看，所以基因呢，这个结构啊，也是对信息做反应的。那么这个自由基呢，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一个氧和一个氢的结合，氢氧结合的化学物质，它本身也是对什么？对信息做反应，明白了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吧？那么，第三天呢，巴甫洛夫博士呢来到屋里以后呢，只要看一眼铃，那么狗就开始怎么样做反应了？为什么？因为相信谁了？相信主人了，信赖就这么重要。它所起到的这些，反应的程度啊，那么遗传基因的反应程度取决于信息，那么信息对信息的反应的程度呢，取决于信心。你有多大的信心，你的遗传基因反应的强烈程度有多大，是吧？所以只要主人一气了，这个狗就开始怎么样高兴的要命。然后巴甫洛夫博士敲完铃以后呢，放下以后就走了，走了，这狗就泄气了，是吧？什么开始毁掉了？信心开始被毁掉了，开始灰心了。过去我的主人一旦铃声响起就给我吃的，现在呢，不给了，好像在耍弄他，好像在。侮辱他，所以对主人的开始就将信将疑了。第二天，巴甫洛夫又是敲一下铃，然后这个狗呢，尾巴要晃不晃，将信将疑。内啡肽呢要出来不出来，唾液呢要出来不出来，和信心的程度呢，反应的程度呢做正比例。所以说，信心不够，基因的反应程度也就不够，很精确的。我们称之为条件反射。第二天敲完了以后就走了，完了狗就开始怎么想呢？开始是就骗我了，开始拿我玩呢。第二天接二连三的，巴甫洛开始狗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生气了。对不好的信息做不好的反应，开始产生自由基，做不好的信息，不好的信息带来不好的结果，是吧？当然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就会破坏攻击我们的细胞，
基因就会被破坏。所以说信息非常重要啊，旨意非常重要。你们吃什么啊啊，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运动疗法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疗法啊。你们要追求好的信息，在你们与疾病作斗的过程当中，你们内心当中要有一颗正念啊，有一个真实的念想，要善的念头啊，要有善的念，思无邪，要有美的念想，懂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OK， 所以呢，我的身体里头啊，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医生们说啊，你是不治之症。那么这个世上的人呢，我得的疾病啊，对这个现实呢，啊，都把它解释成为怎样的信息呢？都把它解释成为不好的，什么？啊，解释都是，哎，啊，这是比如说我最单纯的表现，倒霉了，我倒霉了，摊上了。第二什么？啊，可能我前生做了什么孽啊？前生也不知做了什么孽，是吧？所以对疾病的解释啊，都是往坏处解释，是吧？所以把这些坏的信息啊，用来解释你们身上发生的疾病这种现象，还比如说，祖辈没积德，是吧？啊，怨个祖宗，是吧？好像什么啊，没好好祭祖啊，还有什么？那么相信上帝的人会怎么说？就是上帝惩罚我啊，没交十分之一十一税啊，这样的非常幼稚而且非常不好的信息去解释疾病啊。这种不好的信息反而带来更不好的结果。还有什么？的确我犯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孽，是吧？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从来没犯过什么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啊，那我还是得病啊。你说那个人他一天到晚净做坏事，他怎么不得病呢？那么一想到这些以后呢，啊，这个念想啊就真是不好的念想支配着我们，大家要克服它。因为你们的遗传基因对信息做反应，对坏的信息呢做不好的反应，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应。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个人来抓住我的手，他说：“李博士，啊，感谢你啊，指出了啊这个抹不开的情面，我一辈子为这个情面所爱，啊，抹不开。听完了您的课以后呢，啊，我才知道我的病啊，就是因为我这抹不开的碍于面子的心理所引起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和我这个碍于情面的、抹不开的心理做斗争，啊，哎，就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抹不开、碍于情面的这种心理啊，真是很深刻，啊，大家明白了以后呢，啊，我要立志决心，我要战胜这些东西，要心怀善念，是吧？心怀善念，对你们自身的情形呢，你们要赋予肯定的积极的态度啊。最肯定的是什么呢？啊，说我为了过新起点的生活，所以我得了疾病啊。不得疾病的哪有缘认识这些生命的真理呢？那么大家要知道，遗传基因对信息做反应，这是而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一看到底遗传基因是如何对信息做反应的。我们以为好像是不科学的东西，是吧？但是大家看，首先我们明白了基因呢是程序，是吧？生命的程序也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语言啊，得有人来编的是吧？这么复杂的生命程序，靠人手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怎么会是偶然存在的呢？大家看。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实验。啊，我们这个小朋友肯定喜欢。啊，这是果蝇，啊，很漂亮哈，和苍蝇不一样啊。这果蝇像，很小很小，那么放大以后就这个样子。啊，在美国称之为 fruit fly 果蝇。那么水果放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这种果蝇，这是雄性的，这是雌性的。这个雌性和雄性见面以后呢，为了交配呢，那么他们交配可不是胡乱来的，而是按程序一步一步来的。大家可以从动物身上、昆虫身上学到，希望在你们的夫妻生活当中也能使用这招。这是雌性的果蝇哈，雄性的果蝇呢，在接近雌性想和它交配的时候呢，这个雌性在接近雄性，在雌性接近的时候，必须得从这个角度来接近雌性，啊，这个程序已经注入了，编好了。啊，人呢是从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呢，会跟在后边，成功的概率不高啊。跟着人家的屁股走啊，看来后来都被人家甩了，是吧？什么样的男人要成功呢？从正面啊，迎面去，然后去，是吧？啊，从正面接近，太正面了的话，会产生反感，是吧？单刀直入也不行，是吧？啊，女人不喜欢这些单刀直入的。喜欢一些委婉的，是吧？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睡吧。啊，这不通，这行不通，是吧？想跟你睡也不睡，是吧？啊，要稍微委婉一点，委婉一点，曲折一点，是吧？所以这个果蝇啊，是从左面呢，还是右面呢？当然是从右面，是吧？从右面接近，呵呵，啊，从右面接近，不是单刀直入的啊，直截了，从右面多少度？45度的角度，然后接近这个雌性的，啊，你好帅，你好漂亮，啊，这样接近是吧？那么这果蝇它懂什么呀？它懂得什么是爱情，啊！但是他们实际是这样行为，没有人教他们，啊，天生就这样会，我们称之为本能，是吧？这个本能是什么？已经镌刻在他们生命体内的生命程序，按照这个程序运作就叫本能。那么这个果蝇的这种本能是他们自己编的程序吗？绝对不是的，啊！他们这种本能是已经从，他出自于他们以外的一个力量给他们镌刻的这种能量。如果单刀直入的话，绝对这个雄性雌性不做反应，也不知道这个雄性为什么接近他。但是，一旦这个雄性啊从右侧的45度接近的话，这个雌性就想哦，终于来了，我的白马王子来了啊，他就能够搞懂了。明白了以后，开始怎么做反应呢？这雄雌性怎么做反应呢？啊，然后开始就什么矜持是吧？和我们女性也一样是吧？啊，先什么？先拒绝。啊，先装作冷漠，然后一起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轻轻的碰一下这个雌性的果蝇，然后这个雄性的雌性呢就停下来就问。干嘛呀？然后这个雄性呢，马上接近他的右侧胸膛部分呢，从90度的角度以后呢，开始唱这个爱情的歌曲，振翅
振翅唱，用翅膀啊，唱一首爱情的什么？啊，美丽的清晨，从清晨起来，看见你以后，我一见钟情啊，这样唱歌。我比我太太唱的好是吧？啊，然后这个磁性呢，开始什么？开始啊，坠入情网，然后就这样啊，就成功了。啊，这个场面，这个少儿不宜啊，少儿不宜。所以这个果蝇啊，必须得按照这个6个阶段来完成交尾，它的行为模式已经本能的镌刻在它的生命程序里，没有人教它，它不用学，天生就会。啊，这种程序是这个果蝇自己编的吗？啊，这就是。果蝇的遗传基因里头已经按碱基序列已经排好了生命的情绪，如果把这段程序给它剪掉的话，它可能就丧失了这种行为模式，是吧？它是这种行为是按它的生命程序按部就班的实现的，也不知是谁编的啊，编的非常神妙，是吧？有趣。那么那种粪蝇啊就没有这种程序，粪蝇的怎么样？啊，正在吃食呢，突然怎么样？突然就扑上来，扑上来就乱搞一通，然后搞完了以后就赶紧跑掉。是粪蝇，啊，粪蝇有适合粪蝇的程序是吧？果蝇有适合果蝇的程序，物各有性，物各有性。啊，有趣有趣是吧？这是谁的旨意呢？就是创造这些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创造主通过碱基序列的排列，把这些生命的程序全都镌刻在我们的生命体里面，体现为我们本能的行为，很神奇是吧？大家要记牢记一点，基因对信息做反应，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应，对不好的信息做不好的反应。反应的强度呢，与你的信心强度成正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大家看啊，基因对信息做反应，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发行的非常著名的科技新闻杂志《Science News》。这是封面，是吧？如科学家的发现呢，迄今为止还人们还没有了解过的新的发现，一般都作为封面新闻标题出来。沙漠里的一种沙漠鼹鼠和响尾蛇，响尾蛇是鼹鼠的天敌。有一天呢。这个响尾蛇发现了这个鼹鼠以后呢，咬了一口。正常的情况下，一旦咬上呢，那就即刻死亡，是吧？但是奇怪的是，这个鼹鼠不死。科学家们就大惊失色。那么被咬上却不死，不但不死，也不知哪来的这股骨气哈。啊！这个鼹鼠要咬蛇，然后这个蛇呢被吓得要跑掉，啊，这种现象产生让科学家们非常惊讶。后来发现，这个只是对母鼹鼠上发生的神奇的事情，就是母鼹鼠在哺乳期间发生的现象啊。哺乳期间的鼹鼠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那么。这个是鼹鼠的身体里边，它被毒蛇咬上以后也不死的话，肯定它身体里有一种什么，有可以抵抗蛇的毒素的物质，是吧？有一种解毒的物质，它的身体里面产生了这种解毒的程序，这种程序被激活了。这种程序并不是任何时候被激活，而是在它什么
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哺乳的时候，如果任何时候都启动这道程序的话，谁就要被饿死了，蛇可能就要被饿死了，蛇就要 灭种了。如果任何时候都可以吃掉这个鼹鼠的话，可能鼹鼠就要灭种了。大家一看，神秘不神秘？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已经都把这种生命的均衡啊，已经用他的旨意来维持下来了，是吧？通过调节什么？调节我们这些动物身体里面的碱基序列，这叫生命命令、生命信息，然后把生态系的这种平衡呢，已经全都维持下来了。这就是中庸，是吧？我们的身体里边呢，发生了疾病，我们身体里边的这种均衡，这种生命体的均衡已经被破坏了，是吧？我们中国人经常讲阴阳不调，是吧？大家只要选择的话，只要恢复你们的信心，你们的身体里边就会产生，就像这只母鼹鼠能够生存下来的这种机制一样，我们身体里边啊，这种上帝让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气息、生命的信息将会重新被激活。这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信息。Okay. 我们身体里边呢，这种被破坏了的生命的均衡，要重新匡正它。那么，重新要匡正它的旨意，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信息。这种中庸破坏了这种中庸的存在是谁呀？是我自身，是吧？是按我的旨意。按我的信息来破坏了这种均衡，说我得再赚一点啊，我这个不够还不够啊，所以把事业搞得越大，然后倒闭的越大啊，这啊被谁再骗一下啊气生气啊埋怨怨天尤人，我的心里充满了什么样的意念呢？就是不好的意念。杀气腾腾，生命的气息没有了，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杀气腾腾。当然，我们的遗传基因肯定就要被这个坏的信息，坏的信息所扭曲，做坏的反应。所以大家要知道啊，病好啊，很容易，各种疾病恢复康复啊是很容易的，只要大家接受什么，接受好的信息，心怀好的意念啊。所以呢，这个真善美啊，生命啊，是会明白了什么是生命。我要过一个真正了解生命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呀，和生命无关啊。我们以为生命在我们里面啊，认为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说什么，就像电视认为什么电能在自己体内一样，是吧？科学家们都这样认为，因为生命就是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却不知道真善美是生命的要素，认为生命就是我们里边所本有的东西。我们身体呢，只是一种生命现象，是吧？啊，如果生命在我们里边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气绝的，是吧？生命本身是源源不断的从外边供给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生命气息才会怎么样？如果气这个生命的气息进不来了，气绝的话，那我们就要身亡了，是吧？就要身亡了，对，是吧？什么时候我们会气绝呢？就是伤心的时候，被人家骗的时候，没有真实的时候，很多虚假的东西，虚妄的东西，还有什么？还有恶意充满内心的时候，就说真的遭受了承受不了的一些坏事情，那么大
心眼里一股恶气涌上来，啊，真的恨对方恨得咬牙切齿，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气绝，是吧？啊，这些肮脏的事情啊，不美的时候，丑陋的时候，看到什么？啊，美的气息就要被诛绝了。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啊，考察，真善美是生命的气息，是生命的钥匙，是从外边进来的，不是在我们里边的。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人为什么会死呢？啊，生命不在我们里面，就像啊，电视里头张东健也会出来，李英爱也会出来，是吧？大长今也会出来。啊，电视说，我里边说有啊，我里边有个电视会说，我里边有张东健啊，过去啊，我爷爷啊，生活很富裕，啊，有钱，然后去日本呢，买了一台收音机回来，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打开收音机，啊。把这个收音机拿到院落里，所有的村子里人都会聚到我爷爷的院子里啊。我小时候就感到很新奇啊，六七岁的时候，怎么往里瞧，里边也没有人，是吧？生命，我们的生命体里边啊没有生命，认为有生命就说就像收音机里有人一样，有小人一样的想法是一样幼稚的，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老太太或者小孩子水准。我去美国以后呢，去我朋友家做客，啊，因为他孙子出生了，所以70年代中期，啊，韩国还很穷困，当时美国有一个遥控器的遥控汽车小汽车。然后遥控的我车就这样啊，这样行走。奶奶来了以后呢，这乡下奶奶来到美国，就看着这个孙子玩的这个小车，就觉得啊，好神奇呀！啊，他就问这个车里边有没有司机呀？啊，认为生命体里边有生命啊，就是这种水平的认知啊，是没有啊。啊，美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啊！啊，玩具也这样聪明，啊，谁在遥控呢？谁在遥控啊？是小孙子在遥控，是吧？你们的遗传基因都是由创造主送去的，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就是生命的信息啊，来做反应，是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在做反应？大家看这个鼹鼠是不是在做反应？但鼹鼠不知道，它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人类呢，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就会说啊，创造主正在什么啊，去调控着，不能按老太太的方式说是啊，这小鼹鼠好聪明啊。啊，这就不行了，是吧？这是按谁的旨意在做反应呢？谁在控制着遗传基因？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在控制着遗传信息。那么，大家身体里边产生了某种疾病呢？发生了某种疾病意味着什么？是正意味着需要什么？需要创造主的啊，来等待创造主来修复你们身体已经遭到破坏了的遗传基因，这种时候吗？不是吗？等待着上帝来修复你们身体内所被破坏的遗传基因吗？这样的话，你们身体里发生疾病这个现象呢，就是你们要向创造主创造生命的信息做反应的时机，是吧？时机等待着上帝的手来修复你们体内的基因。那么你们为什么会得病呢？啊，你们
如果你们对你们所得疾病的这个现象赋予积极的生命的意义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要创造主的生意旨意呢，信息了来恢复我的。为什么会产生疾病呢？产生疾病的理由呢？就是让我们去什么？因为我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这是事实。为什么会产生疾病？是给我的一个机会啊。这危机变成一个机会，是吧？说的很笼统，说的具体一点。是一个危机，是吧？疾病是一种危机。那么把危机转换成什么？开始新的生活的机会。具体是什么？具体一点。对，认识创造主的机会，是吧？那么我身上发生疾病的原因呢，就是我还没有的确的认识到的，确实认识到的上帝，认识他以后呢，然后通过上帝的旨意和信息来恢复，通过他的生命的气息来激活我体内的遗传基因，然后让我重新恢复上帝起先创造的生命情形啊，这就是让我体验上帝的一个机会，是吧？明白了吗？这才是大家对现在大家所处的状况所赋予的最积极的、最有生命意义的定义，是吧？如果大家的思维啊、心态啊，能够这种肯定的状态的话，虽然不容易，但是很重要。所以就像我所说的一样，耶稣也是这样讲，耶稣也是这样讲。大家看圣经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天生是个眼瞎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是生来是眼生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那么对这个疾病现象赋予意义很消极的只要我们身上有病，我们就怨什么？就是不好的，这是罪，是吧？不是父母作孽，就是你自己作孽，是吧？所以我们对疾病的理解都是这样消极的非常不好的信息所以我们把它认为什么是对我们自己做的孽的什么惩罚，这种消极的观念呢，牢牢的控制着我们的思维，是吧？甚至谁耶稣的门徒们也有这样的念头，是吧？所以耶稣这样回答他们，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因为我是大夫说如果耶稣的门徒们 问我的话我会怎么回答？说他生来是眼瞎的，所以说他父母是他父母的罪。我以为耶稣会这样回答，但是我一看圣经以后，耶稣却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事实上讲是谁的罪？是父母的罪，是吧？但耶稣说也不是他们父母的罪，也无需看待这个事实事实的层面看对问题毫无解决，大家看到真实的层面，是吧？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就彰显上帝的大能，是吧？你们现在身上所患的这个疾病就是要为了什么？这个鼹鼠也一样，这个果蝇也一样，
都是为了彰显出眷顾这些生命的，创造生命程序的，赋予我们生命信息的创造主的大能来，是吧？所以上帝呢都是要体验什么，上帝是怎样来恢复你们体内因为你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消极的态度所被扭曲的遗传基因的奇迹来，是吧？啊，这是啊啊，这是一点的啊，不难为情的是吧？大家要从消极的念想当中摆脱出来，做积极的念想是吧？肯定的念想啊，这样才能摆脱什么啊？哎，你真好，哎哪儿啊？哎呀，您一定。啊，你这是哎，矜持的不得了是吧？那么放下面子啊，说是啊，你一定很好吧？是很好，很好，这才是正常的反应是吧？这种气氛呢，要在我们体内形成，生命里形成。啊，去美国呢，美国人是这样，比如说你哇，恭喜你，恭喜你，你一定很好啊，是的，我非常幸福，我真的很高兴。啊，比如说他家孩子因为吸毒被学校勒令退学，他们绝对不会隐瞒这个现实，朋友亲戚见面也会怎么说啊，我们家孩子吸毒啊，被学校勒令退学了啊，美国文化绝对不会在背后议论是吗？我们家孩子问题也很严重，互相安慰就打住了是吧？我们就怎么样这怎么办呢？然后就张三传李四，李四传王五是吧？所以大家就不跟人家讲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得病了不敢讲是吧？这样绝对不会战胜疾病的，大家要讲，逢人就讲才会讲，我得病了，的确得病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得病吗？上帝呢，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因为他是创造我生命基因的人啊，他要在我身上体现他的大能啊啊！大家有这种信心啊，这种勇气，大家要这样有胆量，是吧？啊，要像什么？要像孩子一样啊，好，无所顾忌。这就是圣经教我们的人生哲学。所以呢，啊，所以说我呢是一个 happy guy， 时刻都是啊喜悦的人。那么，用这样的思想、心怀意念去生活的话，生活当然是美好的。所以呢。啊，这句话十分在理，所以大家绝对不要什么呢？还有的人牧师这样讲啊，到教会以后，啊，上帝是在试探你，啊，早上也不来晨祷会，啊，十分之一教的也不很诚实，啊哈。所以上帝呢让你反省，让你重新做人，上帝绝对不是这样幼稚的上帝，懂吗？上帝呢你不爱教啊，你不教可以啊，你那点钱啊对我有无皆可是吧？那么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你们的那些钱呢，上帝为什么让你们交十分之一呢？啊，让你们交十分之一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啊，比如说我儿子五六岁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当时我要胃肠不好，所以像冰淇淋这样凉的东西啊，我根本都吃不了，因为吃了就会跑肚啊。这个小儿子吃得很香甜，就想要一口吃啊，想要一口吃是吧？啊，不吃这一口，少了这一口也不是饿死，也不是没有钱可以再买一个，是吧？但是，啊，就期待着什么？期待着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也来一口啊！”就期待着这个。上帝让我们交十分之一，就像这个父亲的心里一样。再看你啊，给不给我祝福，或者是哎，上帝不是那样小气的存在，是吧？所以上帝是十分伟大的、美妙的。上帝绝对不会试探我们啊，他疾病不是他试探我们的结果。雅各布书。雅各布书一章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人被主语是谁呀？是人是吧？主语是谁？大家却认为是认为是主语是上帝，是人受试探哈。我们心里却怎么念？就上帝试探我们的时候。”而这样去理解圣经，大家要按正确理解圣经，就是人呢、啊，人是经常受试探的啊，是人受试探，不是上帝试探啊，人是经不起试探的，是吧？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大家要牢记啊。你们身上的是疾病，没有一个人是上帝在试探你们，不是上帝让你们得病的，懂吗？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上帝是生生不息的上帝，他时刻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信息，是吧？上帝不能被恶试探，因为上帝，所以说试探人的主体是谁？是恶。所以人呢，却这样啊，毫不介意的去接受试探啊，啊，再投资一点的话，啊，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倍的回报，啊，这个恶的势力呢，就不断的试探我们，啊，然后我们就想，哎，就是欲望所驱使，也不知道是诱饵就囫囵吞下啊，上帝不试探我们的，就是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上帝不会试探人的，就是上帝不能被恶试探。那么耶稣被魔鬼试探了没有？啊，耶稣，啊，耶稣没有被恶试探，他拒绝了魔鬼的试探，魔鬼要试探耶稣。给了他试探，耶稣用上帝的道呢拒绝了所有的试探。啊，人们呢就说，啊，见到甜头就上套，是吧？所以我们呢，所以说谁给谁受，我们经常混淆，是吧？所以呢，啊，那么是。上帝呢，却不被恶事所试探，但我们却怎么样？却乐于接受试探，是吧？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就是上帝不会试探我们的，因为他是创造生命、赋予我们生命的存在。所以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们的遗传基因就发生了变异，是吧？所以呢，
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啊，不要因为上帝给你们病，又治你们的病。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来的，在他那里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是那种啊，出尔反尔的，啊，刁蛮的上帝，而是至诚不息的上帝。大家要放心，我们的病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引发的，是吧？啊，因为孩子生气啊，啊，你这给我们家门抹了黑，啊，然后受压力，然后这样就慢慢慢慢病就来了，是吧？倒闭以后，我被债所逼，啊，都是我的欲望所引起的。啊，大家不要认为是上帝给了你们，上帝是至诚不息的。即便你们因为私欲引发了疾病，但是上帝却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为大家预备了一条生路啊。所以呢，大家在通过选择新起点的道路呢，终于呢，你们得病的理由呢，就说要彰显在你们身上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你们终于认识到这个事实，能够承认这个事实了，是吧？所以啊，大家不要认为上帝在试探我，这不是真理，这是虚妄的想法。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大家也要啊，持定这个信心啊，再恶、再坏的，上帝也是什么？是不变的。不变的上帝，至诚不息的上帝。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必在他们啊，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对那些忘恩负义的和作恶的人，甚至连这些人，上帝也施恩于他们，啊，恩待他们。所以，上帝引领你们走新起点生命道路，不论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状态下，上帝都愿意在你们身上彰显出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大能来，啊！大家等待、期待着上帝在你们身上要彰显了神的奇迹，啊！你们过去做过什么样的恶，上帝不介意，上帝不会啊计较，只要你现在持一颗一心向善的心怀意念。向上帝的旨意做反应，那么上帝就会医治你的疾病，医治你受伤的心灵。希望大家呢，不要有半点的疑心，不管你们过去有多善有多恶，过去暂且不顾，那么现在你们要对上帝的爱做反应，信靠上帝的爱，让上帝的旨意成为你们的旨意啊！希望上帝的大能彰显在你们身上。歌词很简单啊，上帝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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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真好。吹听到
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对我真好，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他对我真好。我们低头闭目祷告。创造所有生命，并主宰一切生命，按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的里边镌刻了生命程序，用各种生命的程序来激活我们生命体，并且时刻用生命的气息来调整它们，主宰它们，让我们感到至上的幸福，享受最佳的健康，时刻为我们赋予大爱的爱的上帝，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迄今蒙在鼓里，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这样慈爱的创造主，我们歪曲了你的爱，认为你是可怕的，惩罚我们过去的罪，让我们身上患有疾病试探我们的上帝，我们误解了你啊，这些都是扼杀生命的信息。现在我们知道您是生命的信息，您是真理，真理会让我们从那些扼杀生命的坏念头里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现在我们愿遵从你生生不息的生命的信息，愿意通过这场道，大家能够敞开心扉，接受你生命的信息，让我们那些歪曲的、被扭曲的、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通过你赐予我们的生命气息，恢复到你所创造我们的生命信息上，来彰显你所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